都大一点的。啊，拿着来讲。好的，有了，这边开始好了，悠悠，多少？七十一到七十。哎呦，五十，答对了。太快了，快了，你好衰呀，同时你也太好运了，一百个数字你才第二个喊就可以中，还有若是好运气还不赶快签乐透啊。出发，今天的出发是绿芥末热狗。天哪，我要吃一口吗？一整根这样哪能啊。对啊，五十呛到了啦，赶快拿杯吃下去会旋转，哦，应该是会咳嗽才对。重点呢，呛到了什么？现在才不是重点。好了，一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个留给你做纪念了。等一下，恭喜红师猜对五十啦！接下来还有谁要点歌？我。豆腐，你来 KTV 干嘛那么忧郁啊？大家好玩的。